多说了 ，OK， 买过的都知道，助理讲的用不坏 ，OK， 以后要叫厂家不要做这么好的 quality。对，这样子是好啊，真的哎，你们买一条可以很久哎，不坏、啊。3090级，你去外面买啊，你去那个 CNK 的牌子看啊，臭臭一条100块啊，臭臭一条啊，像助理讲的啊，他买，因为他那时候叫我，因为我回去新加坡买嘛。要带什么码的你讲 free size 裙吗 ？OK， 一下子啊，要带是 free size 啊 ，extra small 到 XXL 都可以啊，没有问题哈。然后等一下，谁要看回裙子的颜色？一下子啊，它的这个 buckle 是这样子哑金色的 ，OK， 它好像两个就这样子一个款式这样子。然后穿的时候腰带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它多出来的，你看啊，它是躲在里面的 ，OK， 它不会，因为你看外面很多啊。它多出来的在外面啊，然后就球球粉在外面。Brown and grey 可以 match 吗 ？Brown 黄灰那有灰，那 Brown and grey 可以 match 吗？那有灰色的腰带嘞？哦 ，Brown and grey， 刚才我 Brown 是衬这个颜色啊。对，如果刚才我是 Brown， 刚才我一搭出来 Brown 是衬这个 charcoal grey。其实如果你要更特殊的搭法，比较显得那个腰带的，我建议你衬这个 latte color。可能待会换一换 latte， 这个 grey color 衬搭回这个 latte color 给你们看来，是衬搭得到的。腰带39，这种新。要你的是 latte solo， Michelle 你的是黑色啊，看现在当然黑啊 ，Brown 现在加黑色流了。这种细的腰带绑在裙子上，整体穿起来会更斯文。可能如果你绑大的腰带呢，它就没有这么斯文。绑裙子穿裙子绑细的腰带，它会比较斯文秀丽。它这个八个就一个小点缀，没有尺码的腰带是它的长度是可以到105cm plus minus。如果你腰带想要加动的话，尤其是 extra small 或者是 S 顾客，你要给我们知道你需要加动啊 ，OK？ 需要给我们知道你要加动。来，我快速去换那个 grey color 的连身裙，再衬搭回这个腰带给你们看啊 ，OK？ 需要看这个看回这个连身裙，因为有些人刚刚进来，想要看回连身裙的颜色一下子啊。其实这个腰带的颜色都算是比较经典的颜色啊。邮费方便看东码还是西码啊？等一下助理发那个邮码。连身裙对176臀部96S 可以哈 ，OK， 76 96S 没有问题 ，OK， 肯定你可以选择带9S 啊，可以。OK， 我现在换回了 charcoal grey 配搭了这个 latte color 的腰带，是搭得到整体的。它就会比较特殊显的那个腰带，你搭 brown color 的话，一样是搭得到。腰带没有太多的颜色啊，只有四个色 ，brown latte 黑，还有一个比较少的颜色就是那个 ash blue 啊。刚才谁买了 powder blue 的连身裙子？邮费的资料先去你的 inbox 里检查一下 ，ish 连下跟重量哈、啊，不同重量收费不一样。OK， 你看啊。charcoal grey 配搭 brown 是搭得到，就会如果你配搭 brown 的话，它整体搭出来的颜色会比较亮一点点。OK， 刚才谁买了这个 powder blue 的连身裙，你直接带走这一个 ash blue 的腰带，因为我刚才是搭回这一条腰带，这样子就好了，不能买。白色的腰带很少有、哦，很少有，超级少有啊，可能会99。哎，我们今天好像没有过，第一次啊，据说需要蓝色的腰带不要错过啊，可能99一年才会有一次啊，不夸张，因为。为什么呢？比较少季节性这样子拿到这样子的颜色，所以说对这个比较特别的话，蓝色蓝色 OK， 然后经典色，如果你不能说带走太多的颜色，你就带走黑色吧，因为黑色你搭什么都会搭得到，不管这个连身裙你什么颜色搭回黑色都搭得到就对了。想要特别的就是蓝色，尤其是你有白色的裙子的时候，你搭蓝色也非常好看 ，OK， 搭蓝色也非常好看。连身裙四个色，五个色，腰带是四个色 ，OK， 腰带四个色啊。比较浅的这个是 latte， 比较深的、比较 bright 的一点点的这个是 brown，
再来经典色黑色，特别的颜色是蓝色。腰带需要打洞的话，助理腰带什么扣啊？腰带的扣是 BT323 ，OK。腰带的扣啊，应该是没有拼在那一边啊。腰带的扣是 BT323，价钱只是39.0几，你去外面买啊，最少啊99一些啊。价格的话，去外面啊，三位数没有我家的好啊，不夸张。你们可以去外面审核一下，我家现在39.0几就可以带走了 ，OK。就算你包色的话，可能外面你直接买到一条而已啊，真的，你们可以去设备，我家的质量是非常非常好的哈。然后这种外面卖都是三位数的，不是那种 PPV 啊 PVC 的，因为 PVC 那些啊，你看啊，这样子熬两下，可能戴一次就拜拜了啊。这个助理讲的，戴了一两年，它有一条啊，都还不坏啊。戴了两年的没有坏啊，我是说常常会有戴啊，大牛仔裤的话我都会戴，所以说这个腰带我们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对了，因为你在外面的，你看这样子熬多两下，它就直接裂了。我们这个起皱纹了的哈，生粉。对，这个是不会。加上你看啊，我左右两侧我是要求厂家这样子车边给我是。会更耐用，以后不要车边了。我跟大家讲，你的腰带要弄这样好，半年就好坏了啊。因为真的啊，我这个两年啊还是很好，没有脱皮，没有什么之类的，质量非常的好。我们也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比较细了。它的那个宽度大概是。宽度大概是 1.4 个 cm， 适合绑在连身裙、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绑了在这个连身裙，所以说、okay. 要搭连身裙的腰带，这个款式强推已经很久没有了，比较细，还有特别的颜色蓝色 ，OK， 四个色。黑经典色、蓝色特别的颜色、latte 和 brown 大地色系裙子，刚才谁没有看到颜色的？来快速的，四个五个色啊！裙子是有 size S 和 M， 助理是穿 M， 然后我是穿这 S。深色有我身上的这个是 charcoal gray 啊，不是黑啊，这个才是黑啊，这一件才是黑啊，我身上的是 charcoal gray， 然后另外一个深色的来比较帅气的有这个 olive green， 再来比较柔色系的就有这个 powder blue。今年必有的颜色，这个 magenta color， OK。所以说裙子啊，我是穿的 M size， 来你们看啊，穿在我身上，上围、腰围、臀部都还有空间，算是纯新那个款式。可能你之前看有类似的，我们这里有一个是比较短的哈，然后是说可能就后面开叉比较高，这个啊不会啊，后面开叉不会高，上班休闲都可以。上班的话，就系上刚才那个腰带，搭起来它会比较有磁场风，然后上肢比例会比较分明的。所以说这个款式有走 size 啊，连身裙，我是穿着 M size。所以说这款式的连身裙，刚才我跟你讲，你们喜欢的不要带走一个色，因为是厂家，这是纯新的哈，之前是完全没有过，然后说我们数量有限哈。记得啊，腰带如果你是 S 码还是 extra small 的，你需要加洞，你要另外通知我们，我们才会帮你加洞 ，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式。现在腰带的都已经保留了 ，OK？ 已经保留了。下一个款式属于一个空气棉的上衣 ，OK？STQ90， 价钱是。价钱是59呀、这个数量很少而已啊，这个很值得哈，长袖59.0几，然后是空气棉，非常舒服，我自己会自留这个，因为它摸了上身很舒服 ，OK。SQ 九十这个款式 XXL 就可以了，上围是可以到124，腰是108，所以说 XXL 的顾客常常看到买不到的。STQ 九十你可以穿得到，纯新款式啊 ，OK？ 还是说接下来你们一些长途需要到长袖的话，长途飞机、长途巴士、长途车这个款式强力推荐哈，因为年尾了，很多顾客他们都出国，很多顾客都有留言说要比较 prefer 说长袖的款式，我们这一期就有带进来哈，所以说带这个款式啊。冬装外因为数量超级的少，肯定它的腰带蓝天黑流了，我很喜欢它，就是说肩膀那边它就有一个小细节，有加纽扣在那一边哈，我喜欢它那个款式，所以我自己本身会自留啊，扣是 STQ90 啊 ，STQ90。Vivo Blue Vanilla Sahaja 长袖啊，59块，可以趁现在有，赶快吧，我很喜欢它的面料上身，它的面料过去。